好，事不宜遲，同大家睇下咧呢個 Optima 嘅 P1 有啲咩玩先。Optima P1 呢個 DLP 焦短頭嘅雷射光源投影機咧，佢嘅解像度可以達到呢個 4K 原生解像嘅喎，3840×2160嘅，咁而且流明方面咧可以達到3000嘅流明噶，最高嘅對比度可以去到150万比1嘅噃，而佢最正嘅話咧就係可以用20cm 嘅距離咧就投到100寸嘅巨幕啊，非常之正手啊！佢亦都內建呢一個聲音嘅系統嘅，咁聲音咧由 Optima 同埋 NuForce 呢個專業聲學處理嘅，咁對應呢個杜比 Digital Plus 嘅音效添，自帶呢一個 Android 8.0嘅作業系統嘅，咁啊變咗可以裝 App 咧，佢玩多好多嘢噶咯噃。佢亦都用咗呢個八色輪嘅 DLP 嘅處理咧，令到嗰個畫質咧改善咗呢一個彩虹嘅效應。咁一陣間我哋試完之後咧，就知道係咪真係咁勁啦。畫質嘅效果係點樣呢？同埋呢個 Buoy 嘅聲頻佢可以做到點樣先？顯地咧嗰個畫面嗰個黑位啊，或者個實淨度咧都係好咗好多喎。咁啊嗱，而家呢個環境其實都唔算全黑嘅，可能喺屋企個客廳嘅情況咧，會舒服地睇電視都會用呢一種嘅燈光嘅。咁我覺得喺咁多方面咧，其實都算係做得幾唔錯嘅。咁啊，首先佢有 4K 解像度啦，支援 HDR10 啦，仲支援呢一個 HLG 嘅。咁啊。跟住之後咧，佢嗰個光度嘅流明夠啦，而且咧佢係一個雷射光源嘅一個投影機啊，所以咧依個咁嘅玩法咧，就顧之然咧喺嗰個空間上邊係可以方便到啦，咁而且咧亦都可以享受到大畫面嘅。